小琪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在我表达明确的拒绝之后，你还依旧坚持留在我身边，也谢谢你等我回来。现在知道当时说的话有多狠心了。嗯，没关系，反正啊，我是打不死的小强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接着说。我在。以后你要是受什么委屈了，你要记得我一直都陪着你的。要是有什么说不出来的话，可以听一首，要是咳不出来的话，我替你哭。小琪，说清楚了吗？我没有说清。那说清楚。你不能知道了，你不说。这段时间你辛苦了。知道我辛苦的话，你养我啊。也不是不行。你都无业游民了，你还养我？季舒老师，这话应该换我说。要不以后我养你吧。谢谢。